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233面，第七行。第七行对德生这个所在看起啊，德生心意为妄生，即妄行即生累，心比无沙轮云，即行妄故行也妄。以行妄故，行亦妄，是故名妄心。妄者烦也。这个意思单单来讲，妄是不净，心不净，也行的不净，就是。随着这类的这众生啊，都、就是精神类的，心行端正，这是人天两道。所以呢，心行不正呢，这就是得生道，这是。诸作无业十恶，比较较轻一点啊，就是最轻的，比这个五鬼道轻，所以伊排伫五鬼道的后面。经文下面。心比菩萨论讲了也真好，伊个行，这个行理，是讲伊个行踪。也行踪不净，天人经教内面，正人教会内面，拢讲是有威仪啊。啊，这七世道无几道就无了。啊，讲这个较通俗的，威仪是属于礼节，因啊唔知影礼节，人那是无礼，唔知影礼节，无爱心，回忌及人的心。这就是心行不端正啊，不端正。贪嗔痴内面呢，像牛痴啊，所以牛痴所感的是得生道啊。啊，这是这道的业因啊。心行偏狭，狭地狭见，人啊常讲为非作歹啊。这是业业因啊，下面讲行为行，伊个行为
也不端正，行为也不端正，所以心行就不正啊。这叫做妄心。回所来明讲，诸道偏在诸处，彼魔地界，人家无魔，树教道教。有教无教，这是空即生道伊个形状。伫什么所在呢？四季拢会看到，水内面、陆地、空中飞，拢会看到。毗摩地伽是受累，人伽是追逐的这类，陆地上嘛有人伽，有魔啊是鸟雀，在空中飞的这类，有四脚有多脚的，这拢是咱常常看到。有足有无足的，蛇这类啊，都是无足的啊。蛇这类的这个种类非常的多，所以呢，水陆空行，互相吞啖，就可无量啊。有《方剂》内面有讲，作中品，我亦是恶者，甘之。我伫头前有讲过，这个所在应该是下品。五鬼啊，这是中品。伊啊，这个所在可能有错误。伊这个五鬼写的下品，这个所在写中品。五业十恶者，甘之。这是五业十恶，比五鬼道的罪业会较轻啊，感到啊，一道啊，因中虽然是无害众生的心，但是伊的心行不善，所以感到这款的。果报下面这段特别介绍阎罗王界，啊，咱中国习俗里面讲阎罗王，十殿是第五殿，五殿阎罗王以管地狱，所以特别。伊也放伫即地来做一个介绍，阎摩罗界者，即阎摩罗王之世界，伊个世界，咱应该都爱知影。六道呢，无论是倒一道，咱拢也捌去过大过。而且肯定不是一摆，拢是真侪摆了。现在这一生来到人间，这得投胎，从自己的代志拢甲袂记哩咯。那是讲啊，会当知影家己过去些代志，那这一生袂搁再做歹代志咯。为什么呢？苦头吃真多了。都是因为未歇咯，这基因之未啊。啊，基因就是生死啊，死苦、死马苦啊。这种大苦，将咱的基底啊摧毁咯。
这个代志未记得咯。可是现在，外国人有中国人啊，现在也有，有一种方法，用催眠的方法，会乎你，会到个意识。这是人工力量的加持，不是佛菩萨加持，也不是鬼神加持，人为的力量啊加持你啊，你会当回忆到过去，将过去的代志啊讲出来，催眠的境界，那像梦呀，那不是梦。伊嘛真清楚，讲出来了后，边啊用录音啊，甲你啊录落来。但你啊精神了后啊，互你家己听，你家己讲个啊，你过去一世、二世、三世、四世啊，我捌听到有这个催眠报告，伊会讲到过去几十世。年代呢，四千多年啊，七八十岁了，真正不容易啊！真像这款深度的催眠比较，他哈尼看到，有当时啊也会当发现，拢是看缘分。啊，这个下面介绍了研磨炉。又做研磨，这下面这几个名咧，到研磨炉顶，拢是翻译的无同款，是讲这个意思，翻译无同款。伊个意思咧，亦为卜卜做人之意，就亲像讲用锁啊，将这个做人个卜起来啊。是这个意思。亚摩罗王以一为平定王，这是五殿亚摩王平定王啊。亚摩罗王的意思是啊，平定王啊。诸王定乐，定乐是真个众生伫即个世间思想、言语、做作，是善也是不善，拢嘛有记录啊。死了后，就是按照你家己。心行善不善啊，来砥砺你。善有善故，有故不啊。恶呢，嘿啊，都会有罪报咯。所以以砥砺世间，生死最后之业，以管理这个代志，这个人真公平啊！伊袂冤枉你啊！一定是按照你家己自己的心行来判你啊！你有善行，送你去天道啦！你的善行。是上到一个顶级，天有真多赞啦，伊送你去啊。若讲你做作的有罪业，有罪过，罪过嘛有无同的顶级，应该啊是伫这个到这个地狱，也实在讲是消你的罪业啊。天上是小你的善业啊，
成业是享福，互你享福，消你的成业。啊，第一个是苦报啊，是消你的恶业啊。啊，咱才真正了解，这个六道到底是什么款代志呢？无作业呢，无作业就未受报啊。这就好咯，无作业要去倒位去，无作业就超越六道咯。所以啊，咱伫这个所在就会当去体会六道是啥物？六道人间作业。三善道甲三恶道啊，拢嘛是消业啊。小业的内底啊，伊嘛咧造业，特别是人间，人间是只善道，小业伊个造业。天上小业多啊，这个造业少。净身恶鬼，小恶业较多啊，啊造业也是少的。地间内面啊，完全啊是小业。无作业的，地界未作业，所以业消了后，伊个会来人间。啊，来人间如果拄着善知识，若讲伊真正好运拄着正宗，伊可能啊就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，这个缘分非常非常难得啊。什么人会去拄到呢？咱今仔日拄到了，才知影无比的庆幸啊！人生难得，难得人生咯。佛法难闻，咱也闻佛法咯。尤其是佛法内底无比殊胜的法门啊，咱拄到了。拄着甘要过去创六道，这个所在只将六道一个概况，甲咱讲一个。哪讲要详细来讲，讲袂真个啊。啊，咱有编一本书。诸经佛说第五十要，啊，这部经若要对头到尾，甲大家来详细讲，啊，就要几多年呢？这是一个真大分量的课程啊！学了后，有一个好处。唔敢过，再有恶念，恶念嘛都无咯，当然未做恶业咯，这肯定诶。你会想着讲，应当都爱超越轮回咯，爱超越十法界啦。啊，十法界内底六道苦啊，六道是秽土。至少也爱生到畜生法界啊，那是世间的净土啊。但这来对作业不？这来对真轻的业，未离六道，也永远脱离六道。所以人。未当讲无讲我啊！啊，阎罗王在世间生死罪福之业，诸受地狱，不寒不烈，尤其灌输诸受恶定。头前咱有读
计哦，拢归管啊。大地甲不含八炼，小地甲有十六幽静地甲，也有孤独地甲，拢总归管。发断善恶，亦属归准，有我处中。罪孽罪人，罪苦地法，更无休息。这是这几句话讲阎罗王的职责啊。所以鬼神啊，鬼里面的神将啊，拢是公平正直的。伊为什么去鬼道去做神呢？伊甲鬼道内面有缘，佛不度有缘的众生啊，同款的道理。任何一个人，你六道内底无缘。对面就未相逢啊！啊，这个缘就太重要了。佛家讲因缘故，特别重视缘啊。伊无讲因生，伊讲缘生。这来对。有大道理之个啊，讲一因，会当讲是每一个众生阿赖耶内面，世出世间法的经济，会使讲拢总具足。啊，多一法起现行，也可言。那讲是无缘，虽然有经济未起现行啊。啊，菩萨明白这道理，所以凡是不善的缘，伊远离啊。有时不善的果报，永远未现行。啊，那明白咯，就会当有菩萨咯。啊，能过去无始劫来做作的恶因真多啊，这一生无拄到佛法以前，也做了未少。敢会讲无果报呢？无可能呀、啊！啊，有业因就可能有业报。咱若未好遮的恶因变作现行，唯一的办法，咱呐无做恶言啊，远离恶言，恶的经济就未现行咯。啊，咱做什么呢？现在我想每一当下拢知影，咱都爱做阿弥陀佛的缘啦。咱阿赖耶内面有啊，阿弥陀佛的因啦。现在呢，专心专力要做阿弥陀佛的缘，这个缘安怎来制作呢？在世之菩萨家人呢，一佛念佛，眼前东来必定见佛。
见佛是故啊。也因就是头前两句话，也佛念佛，也或者心肝来常常想阿弥陀佛，嘴内面常常念阿弥陀佛，也佛念佛是啊因啊，必定见佛是故啊。讲的话讲得遐肯定，互人听到一丝毫疑惑都拢无啊！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啊！啊，最近这段时期，啊，咱的常常听到灾难真多啊！啊！伫过去讲实在话，一年前无真远啊！啊，咱伫真侪场合内面，毋捌听到一个人伫咧讲灾难。可是伫今年内面，啊，就拢啊，将这个问题啊提出来，当作讲话主题啊。啊，咱细心去甲思维，那愈来愈感到讲这个问题有严重性。灾难是安怎来？佛知影，啊，咱佛弟子嘛知影，佛知影。是伊个定功啊，伊个智慧啊，咱知影是听佛讲个啊。佛伫经常常常讲啊，咱听佛讲个，咱知影。佛甲人讲，一切法从心上生啊。华严经里讲，这一切法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啊，心甲色拢是咱伫咧讲诶心，心是真心，色是妄心。啊，妄心不离真心。啊，总共一句咧，一切法离未开心。啊，心是安怎会变成一切法？心动就变一切法。心不动，一切法就无咯。这个动是普通，现在科学家嘛证明咯，宇宙之间万事万物，其实都是这个普通现象。啊，所以科学提出一个弦的理论，亲像乐器的这个弦乐器，讲出啦。这个理论普通现象啊，现在啊，现在灾难来咯，灾难怎变现呢？一定是一个异常的普通，无正常啊，也就是讲反常呀，一种普通。正常呀，是跟性德相应；无正常啊，是跟性德相违背啊。所以啊，连科学家嘛，甲人讲，2012的预言啊。并不可怕，科学家讲，伊嘛无讲有，也无讲无啊。伊讲应该是地球上全人类
一个孤独的境界，改变家己的一个好机缘，安怎改呢？哎，断恶修善啊，哎，改邪归正啊，哎，端正心念啊。人类会把这个地球带到更加好的境界，好代志啊！讲得真有道理啊，甲佛家讲的同款啊。哎，若无改，无改，麻烦就来了。个灾难啊，愈来愈严重。啊，什么意念是最后意念呢？现在咱同学拢明白咯。好，上无量寿经是最后的意念，也佛念佛啦，是最后的怀念。也咱大家斗阵分享无量寿经学习的心得报告，最后的意念。这个灾难的频率确实愈来愈多，愈来愈严重。啊，咱真努力的将这部经学习的心得向大家做报告，啊，大家分享。我希望公司的每年六七月啊，把这部经讲完完。伊个时间的分配一定都爱啊，每天各加两小时，每天啊讲四小时。应该讲得完啦，这是有必要呀。现在我这款的年龄，一天啊讲四点钟也无问题。啊，应酬还减少，希望诸位加听经。去读经，看卖来看我，看我安怎？你忝，我嘛忝，咱彼此拢真正忝。加一点仔时间来休困，养养精神，去听经，去念佛，安尼就好了。这才是真正咱彼此照顾。啊，彼此关怀，合作合作。下面，老居士引用《三科经》啦，下面的一句话讲：故《三科经》文，将富也忙，随业而受报。圣因生善道啊，恶业对你来啊，一修记，他会记哩。将富业魔王，就是将这个做作罪业的人抓去，抓去到位呢，
抓去阎罗王遐，交予阎罗王去治伊个罪，去甲审判伊啊。伊若受善心善行，阎罗王送伊去善道，佛法内面所讲的三善道啊。如果伊的心行拢不善，那就送伊去地狱咯。一世故居不是吓惊人的，是事实真相啊。咱若毋通甲伊啊看轻，一世故居说明阎罗王所执掌的事业，这是伊的事业。面啊，这是附带介绍，有益相往，益是翻译。阎罗王也翻作相往，为什么？兄甲妹啊，该做地甲王，兄弟男士。美丽女士，各法相往，这是佛经里面有的。男女都是阎罗王，是平等啊。讲男女不平等，这是男女平等啊。阎罗王嘛，有一个是达波，一个查某，平等啊。真正是平等王啊！大波的阎罗王管男将，查某的阎罗王管女将。所以啊，叫做相王。阎摩罗盖者，即楚王之官盖。这个界是范围啊，因主管的范围。吴下论讲的啊，阎摩王国啊，无处占卜九下，过五百。如前呐、啊，这是游巡，计五百游巡呐。吾阎摩王国，总共。良也逆，将处颠转，善故无处啊！呀，伊呀，主要地书的住所呢，是伫咱的大地的这个下面，大地下面，咱拢知影。现在是地球的核心，地球核心是一片的黑海啊，所以地角叫做八裂地角啊。那是伊住的所在，是伊办公处事的所在啊。向共两亿年，也是。亲像安尼，将处颠转，善故无处。无处就是亲像下面《中阿含经》地甲品所讲的，阎浮提南大金刚山内有阎罗王宫，王所地处啊，总共六千游巡，那就是。将整个地球拢概括了，概括了。
整个地球啊，拢嘛是伊个界线。所以头前有甲咱讲，地壳有诶是伫大海，有诶伫悬山啦，有诶伫即个树林诶啊，有诶伫即个洞穴，也有伫即个啊空中呀，无处不在啊。用现在科学诶术语来讲咧，无共位处诶空间。这个现象是会当相信的。地壳如是，其实都一道拢无例外。只是空间位置无同款。那是讲咱有一天啊，肯定会有一天。有啊，能力来突破空间维持，这在佛法里面讲啊，心地清净，空间维持就无咯。空间维持是对于倒位来的，科学家知影确实有这个物件，唔知佮伊安怎来，佛知影，来龙去脉清清楚楚啊，是分别执着变现出来。咱有分别心，有执着心，就有空间维持。那讲是分别执着放下，空间维持就无咯。无的时阵，你就拢总会看到咯。所以，这法界每一个法界，拢涵盖着一切无丢，而经常讲甲真透彻。一末端，一微尘，就上界水。这个内面，拢包容变化界、虚空界，所有一切信息拢伫内底。每一只微尘，每一只末端，拢嘛是安尼。你个看卖，这敢毋是讲？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呢？而且《华严经》讲啊，真正达人讲啊，真透彻，讲明白了。《大乘经论》里讲的啊，啊，你讲真话啊，即在当下，就是现前啊。无记起，无未来，也无处改他方。哇！伫个当下，当下就是一念。下面甲恁说明，什么叫做三恶道？三恶道又名三恶处啊。处啊是处向，处甲道的意思是同款的，又名三毒啊。为一切众生诸恶所生之处，故名恶道。为什么叫恶道呢？一切众生诸恶啊，伊就会去遐去啊。众恶所感。就叫恶处啊！众生所感呢，也是天界啊。善处啊，啊，人道呢是善恶混杂，一半一半，这叫人道咯。那讲是咱的心行。先罪恶少，一升天咯、哦。
就是地尴尬，无鬼铁丝三道啊，明三恶道啊，看花经方便品的讲，以诸欲以眠，对地的三恶道，改为众生，如内有贪求，欲乐自念。是为因啊，我攀岩啊，欲境就是五欲六尘的境界。这欲境是什么？佛甲咱讲的啊，财色名食睡，这五个拢叫做欲境。是为因，以此因缘去念作恶啊，将对恶道啊。最后你一定会对在恶道里面，你有因有缘。咱中国人的老祖宗实在是真了不起啊，我感觉那是不是平常的人，不是凡夫。在上古时代，佛教还没传来中国来，注意要知道，佛教传到中国来，正式传来中国来，汉明帝永平十年，公元67年，这是国家派德赛正式礼请过来啊。在这个以前有无？有，肯定有。非正式，非正式的啊，可能是在周朝中叶就开始有咯。对印度来到中国来旅游做生意，一定也从这个带来。那个时阵量非常小，影响不大。你甲看卖，这个中国人讲性命，性命的天理啊！大学开头的三公，大学之道啊！但是大林呢？大林是什么？圣林呢？啊，大学之道就是圣学之道啊，在明明德啊，在亲民，在救济贤。这个三公咱啊，用华严的教义来解释《华严经》啊，甲咱讲的体相用，这是大乘法的三功，用啊大方讲这三字来代表。大也是体啊，明的是体啊，亲民是相啊，亲民是什么意思呢？亲是心爱啊，心爱一切众生，就这意思啊。共是共用，用什么？救济贤啊。我看这三句跟大方讲真相应啊。这是圣人啊，佛菩萨教化众生的总纲领。
总的原则啊。明德是性体，自性的理体，清明是自性的相貌模样啊。只有自性是自性的德用，对这入门。安怎圆满呢？只有自性安怎圆满呢？就是讲作用咯。下面八目就讲出来咯。对植物开始啊，物就是一地讲的欲望啊，有欲啊。爱甲物欲放下，物欲毋是好物件，迄是染污啊，迄是不善啊。放下什么？难题？教学是几十年当中常讲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用，放下五欲六尘，放下贪嗔痴慢，这叫觉悟啦。咱用佛法来解释，大家较听有啊。无结智慧啊，就现前地地咯。地地是什么呢？观无量寿佛经三佛的第三条。发菩提心，菩提心的感悟，未过未歇了，真正感悟。真正感悟的人，肯定深信因果，都上大乘，智慧开咯。犯禁行者，不但家己成就，也得教化别人。教别人，释迦牟尼佛感悟，感悟了后，一生从事教学，这四句都、就是弟弟。地地离合以形，形以现前咯。形是甚物？一个妄念都拢无啊！曾国藩先生的解释，求发在笔记内底，为真形的形用一个定义。伊老大人讲的啊，这个定义甲佛经讲同款，一念不生就会生。一生心就静啊，心不偏啊，不暇，不念不静。佛法讲中道啊，第二地啊，这心，这是心之用啊，心气的作用。心的体是什么？心的体就是心意啊。心意起作用。就是两边不立，中道不存呐、啊。这呀、啊，只有自先啊，只有自先，一、那个好果
就是新修家宅，各地天下平。善心啊，善行啊，阎罗王啊，给你啊送去这个善道啊。所以三木道，那就是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，那就是恶道啊。放下这个，就是善道，就回归自性了。文章有两愿。这张的经文有两个愿，有两愿，国无恶道愿，亦不对呀恶处愿。这是第一种，修作故，是啊，是总算啦。开头四句啊，即文义为无了正德如来呀、果觉，成就无上正定正觉，即以究竟成佛，是时我。所住其之佛土，故作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。这是经文的意思啊。五老居士用白话甲咱讲出来了。咱啊，真正容易会当听有。以上所句，这四句话，总表叫做世界之微妙殊胜。故有第一观修，专说之。伫第一观的开端啦、啊，说明。西方叫做世界微妙殊胜啊，实在讲，西方叫做世界，就是大学内底三纲落实了，三纲八目拢总落实了，也是叫做世界。啊，咱中国人称为大同之地。啊，在这个境界里面，啊，事事圆满啦，啊，无一丝毫的欠缺，人民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。拢会随顺性德，中国老祖宗所讲的性德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全部拢伫日常生活当中，你看到了。你体会到，伊甲性德相应，这是圣贤的境界啊！这是圣贤的社会啊！这是圣贤的境地啊！人是圣贤人，
书是圣贤书啊，境界是圣贤境界啊。有人对这件的代志是啊，无限的向往，仰慕啊，希望做会到啊，会做会到未？会啊，用什么方法教学？中国社会政府来对正式设立官员来教学，管教育的这个官员是姚王的时阵，姚王迄个时阵设一个司徒灭官的这个名利，司徒关心咧管教育。亲像现在教育部长同款，啊，什么呢？啊，五伦八德，咱来甲看，咱洪武先生的五种违规，你看伊第一种就甲这款的代志啊讲出来了，讲中国教学的起源啊。好啊，中国几千年来是圣贤君主之国啊，历史悠久啊，都是因为是接受圣贤君主的教育，所以这个国家民族经历几千年到现在也是存在世界上最大文明古国，其他三个都拢无了。为什么无？因啊疏忽圣贤教育，所以灭亡啊。中国人世世代代讲究圣贤教育，所以到今仔日也够屹立伫世间，这袂当讲唔知影。啊，这个代志若是唔知影，会咱做中国人感觉已经见笑啊。家己老祖宗遮好诶物件，都拢毋知影，连外国人拢知影，咱哪会毋知影咧？即四句以下，即分数48元咧。各个内容，我伫课本内面有讲到别现，头前的四句啊是总说，下面这个48元这是别说，分别一条一条来做报告。以下第一元话，无有地狱。无鬼、禽兽、顽灰、蠕动之类，这是三恶道啊。乃国中无有三恶道观，初见表弥陀大悲心切，故修灵观为愿众生无苦。三恶道乃苦中之极也。伫即地非常明白的显示予咱看，阿弥陀佛提出极乐世界，
无比诸行的诸比，即将对一切众生亲爱的行为，予咱感恩啦，予咱感动啦。你看伊这个理念，是对什么所在切入最苦的众生，一切众生生到我这个所在来，未搁再受苦，伊的国土内面无三恶道啊。在《华严经》，咱读过华中世界品、世界成就品、新两品，甲咱介绍宇宙当中一个大诶世界。现在科学家诶所谓宏观宇宙，讲得真清楚啊！宇宙怎样来？宇宙的元气，拢讲人变咯。这款的经文，现在所谓是高等科学啊。唔，那是高等天学，是高等的科学。啊，真正做世界诸佛的差土，拢有六道轮回啊。是唔是完全是净土的？有啊。无罪啊，有丢确实是太大了，所以也未当讲伊是少数。那是诸佛菩萨的布土啊，伊来对无十法界经典的称伊为清净国土啊，有四乘法界，离无六道轮回也有。由此知影，一个世界，用啊现在话来讲，圣贤的教育特别发达。所以居民拢受过真好的教育，心行拢端正啊，无恶念，所以啊，伊无六道啊。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，为苦难众生建立的，甚至是为三恶道众生建立的。所以有六道，但是三恶道的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最低的果报伊是得人心啦、啊，伊唔是啊，精神心啦、啊，当然个卡唔是五鬼地界咯。了不起啊！所以这极乐世界啊，伊无六道，伊有三道，伊有三仙道，
伊无三恶道。可是爷爷有一个特别，伊个即个属土是平等个，就是所有诸佛刹土内面拢找无个啊，变化界虚空界了都无个啊，只有一个啊。再有平等呢，属土平等，上一讲。是不庄严，方便有无，反省动机。四套有啊，清清楚楚有四套，但是该做阿惟越地菩萨平等咯。这是这地所讲的以妙殊胜告结处咯。不可思议的境界啊。也如果咱有小命通，知影家己过去生所做的种种行业，所受的种种果报，你一定会真正感悟，袂想搁重咯，忝死咯，太可怜咯。六道内面变生死轮回毫无意义啊！在这内底迷惑颠倒啊，甲一切众生相处冤冤相报，无完无了啊，生生世世啊！那这个在讲话的人来甲看，这可能到极处咯。所以真正讲我无想去做咯。每个都位呢，诸佛刹土虽然清净庄严，每去条件真悬啦，袂当去啊。这条件是什么呢？断烦恼啊！见思烦恼断咯，在心旁边有无土啊，就是四性法界啊。有几个人会断见思烦恼呢？咱卖讲管呢？讲一个最低，小行初果，这最低啊。那就是小学一年级，伊爱啊有这个条件，是爱家己对有条人生错误的看法放下。做我的看法真多啊，有最严重的，大生对这来落手，头一个无身体，六道众生拢把身体执着是我，所以啊，你袂当出六道轮回啊。为什么有了道呢？执着这个身形是我，是六道轮回主要的一个因素。只要有这个执着，你就绝对袂当出去了。
这是真麻烦的呀、啊。小型初稿伊啊，明白咯，因为佫接着咯。虽然啊，伊未接着，失去无当啊。要有失地的啊，所以初果是无出六道轮回，爱到四果才会超越六道轮回。初果四道完，第二果位四道含，第三果位阿那含，拢无出六道啊。但是呢？到家阿那含啊，伊出了，伊超越欲界咯。伊伫六道内底，伊未去欲界来。伊啊，住在色界天，住在四禅。四禅色界天，未过来欲界来啊。这个聪明的，本来啊。对四禅就超了多，那是讲军事差一点啊，伊也要通过四空天，伊阁爱修四空定啊，到最高的一层，飞飞上四天，阁向上提升就超弯咯。你讲这偌困难呢？咱的修学明白这道理，就知影我们要安怎修。念佛也会向念咯，唔通执着这个心是家己啊，真是假呀、啊？随时当放下，心唔是我，心是我附属的啊，心唔是我。那衫同款，这是我的衫，不是我。这个观念重要啊！第二个观念呢，出外看法偏见对立啊，你有介意，你有讨厌。甲伊无爱啊，甲伊分开；讨厌无爱，甲伊斗阵，严重对立，是麻烦的代志啊！你甲看，佛界啊，排伫第二条啊！你看伊偌厉害，只出这个执着身体，第二是偏见啊！这麻烦真大呢。修行要怎麼修呢？尤其是最討厭的人，昨年我在台灣在美國的時候，有一些同修來找我問這個問題，怎樣修呢？我跟他說啊，跟你最討厭的人，最不喜歡的人，可以降一个众生卑微，恁倒是感受佛像呢？你就伏在伫这个佛像的边啊，每天拜佛拜完了后啊，向伊拜三拜，哇，改咯！有一款真做有啊，有效啊，轻真多咯。有一款人拜了两三年。也是一个提起来，心内就无欢喜。呀，我要安怎呢？我讲你功夫还未够啊！继续认真去拜，还给一戒不一戒啦。
对太乙提众生，爱存恭敬心，爱存感恩的心。为什么感恩？一切众生时时刻刻拢伫咧提醒咱。提醒咱什么呢？提醒咱因果教育啊，伊咧表演啊。你看伊做善，伊啊得到善报咯；伊做恶，伊得到恶报咯。这就是伫咱眼前来表演，互咱来看。因果不应啊，丝毫都未差。这对咱是有大恩大德啊。啊，我总是看清楚、看明白咯。真正明了了后，你也绝对是会断恶修善啦，你有智慧咯。啊，断恶修善啊，拢无分别执着咯。这是观咯，这是菩萨啦。断恶不着断恶的相，修仙不着修仙的相。这就是普通啊所讲的啊，重实质无重形式，相是形式啊。注重实质，未着相咯，未着相是菩萨啦，着相是凡夫啊。啊，这道理未当讲唔捌啦，所以你若是细心去观察。一切时，一切处，一切事，拢是伫咧教导咱俩，咱拢咧受教育啊。这什么教育？这佛教育，这菩萨教育。现在东主五十三参都是教这个。啊，你真正悟到了，你真正感悟了。真明白了后，你才知影讲佛经啊，顶面所讲的一句话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啦，伊哦，因在做种种事现呢，拢是为着要教我，也容易的咯，你这一生真紧就会成佛。为什么你看到佛咯？所有一切众生拢是佛，伫遐咧表演互我看，伫遐伫咧教我，伊毋是用言教，伊用心教。那还讲未感恩呢？现在同住是所以啊，一生成就，就是这道理。对一切众生乱得礼数啊，凡是感激啊，伊啊做出种种表演，互我感恩，对我恩德啊，我感激伊啊。礼是对恭敬。书是无必恶意啊，啊，伊做恶，我无必恶意；伊行善，恶意无会执着。
即句话讲，一丝毫名利的念头都拢无。古人有两句话讲得真好啊，为先莫君名，做先生唔通爱有名，有名就害咯。做歹事莫君行，歹事会使做，但是唔通去做犯法的代志。修条呀，可见呢，善甲恶拢是有范围啊。唔通去君利啊，善不能君名，恶不能君行，就叫你行中道啊。那行中道的人啊，是有福的人啊。下面讲咯，比较中华，大悲为君啦，菩提为因，方便为究竟。由《华严经》普贤行愿品曰：诸佛如来以大悲心力为体故，故万国中应无恶处啊！即系话，拢是形容。阿弥陀佛，大悲心切啦！大悲心是怜悯一切恶道众生啊！伊也甲咱做了方便，方便是究竟啊！菩萨。会当下济为邻，愤怒教化众生，不疲不厌。什么力量在推动伊？世间人。你认真努力工作，伊个动力是啥物？是名利呀、啊！有名有利，你就拼命去做。哪个名利无了，你就不爱做了。中国。改革开放，然后人民困顿起来了。在这之前，咱在国外所听到，有不少的人去中国去访问，伊安怎讲呢？中国人也是全世界最贫惰的人，伊不爱工作，伊不愿意工作。非常消极啊！哎，什么呢？哎，时阵啊，人民公社过日子，无名利，你做看做也是遮多，你无做也是遮多，所以大家就不爱做了。这一个改革了后，所有所得是家己的，拼命的做，命你无休困啊！这敢是真明显的例呢？佛菩萨什么拢无爱，因为什么要拼命做？慈悲心嘛、啊，叫做悲心，所以这是动力啊。这个动力比利也搁较强太侪了，利无了，伊就无爱做。悲心啊，伊未讲无，伊是永恒不灭的。啊，悲心来推动。啊，永远无休困啊，永远啊无停止啊！
世间法内底找无即款的动力，会当啊，甲比心来比，找无呀。啊，虽然无学佛的人，伊看到那像学佛的人才精进，伊佫无名，佫无利，这人哪会才戆呢？其实一点啊嘛无戆啊，伊是大比心流露出来了。伊伫咧修菩萨道啊，一点啊都无稀罕啦。这是咱袂当讲唔知影的啊。菩提是因，菩提是觉啊，袂迷惑咯。你看，大悲是根，这个推动你有智慧，无烦恼咯。这是菩提啊。方便呢？方是方法，便是非常适当的方法。啊，方便无定法。一切一定是因时、因人、因事，种种无共。但是总共一句，伊也拢归到只有至善，做了太好了，太圆满了。方便才会当做会到啊，唔是一种方法，所以佛家常常地方便佫加两字，叫善卡方便，非常善良，非常巧妙，这个代志做甲遐尼圆满，这才叫做究竟啊。普贤行愿品内面也有安尼讲。诸佛如来以大悲心力为体啊，用这个来显示出阿弥陀佛临地时阵，这是啊发种 BQ 以来建造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你啊，勇猛精进，什么原因？大悲菩提善卡方便，卡卡实实，甲中国大学所讲的艺术上文学明德亲民，只有至善。啊，只有至善，就是方便为究竟。啊，亲民是菩提为因，明德是大悲为根啊。这个、三公是一切众生的本性啊。三祖经六讲，临之初性本善，三公就是性本善啦、啊。每一个人拢有啊，咱现在为什么会无呢？迷失了自性啊，就是迷失了这个三公，咱家。明德、亲民、至善，拢总袂咯。明德变作无明咯，不明糊涂咯，不明咯。啊，清明变作欢乐咯，啊，清明本来是智慧，菩提变作欢乐咯，
显卡方便，变成是业了，做做一切恶业了，颠倒病了，180多颠倒病，这叫做凡夫啊！转过来是圣灵啊，佛菩萨啦、啊。这个是第一关，恶无恶道啊！过来看下面第二关，不对恶处关，第一关不敬恶处关，就是未过再对恶道为第二关。出行第一关礼言，我国不但无三恶道，甚至有将阎魔罗界，就是阎罗王迄地来，这就是讲这个地狱界，定恶道中啊，乃是我国之一切众生。修好之教化，这句非常重要。不但因啊不经历恶处，并且该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个了不起啊！这个是真正的叫做方便为究竟，先卡方便到究竟处，都是只有自先咯。啊，用佛经来解释如家物件，去讲啊透彻咯。啊，如家提一个讲。用佛详细甲伊讲清楚、讲明白、透彻咯，啊，咱就感悟咯。所以，唐毕朴师讲过，中国古人心量真大，会当包容宇宙文化，就是佛教啊。啊，佛教唔是中国本土，是宇宙嘅文化，来中国来，中国人包容啊，吸收。学习伊啊，所以佛教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。那你用这个去讲这个四书五经啊，讲到偌有趣味的呢？啊，真正是该讲头咯。所以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贡献大下咯，太大下咯。中国的文化永远未当离开佛教啊！你看，咱伫即地，伊看到伊的只有自先，甚至讲。对阎罗王下来，在恶道众生，咱知影阎罗王所管的这地界真多啊，真复杂。无论对到这地界出来，那是讲拄着有缘的众生，才会咱拢会当理解。啊，即个对在恶道众生，过去生中拢是学过佛啦。伊若无学过佛，伊无即个因啦。啊，人未当帮忙，什么人甲帮忙呢？代表的人物叫做啊，地藏菩萨。注意啊，知影地藏菩萨不是一个人啊，
凡是受地藏法门的人，啊，愿呐去恶道内面去教化众生，这叫做地藏菩萨。所以地藏菩萨是一个共同的同好啊，啊，足多呀。啊，法愿有地藏菩萨人真多啊，慈悲心特别重。好心真重，这个地藏菩萨就有缘咯。在各种无同的地界，这头就讲真多咯。内面教化有缘的人，有缘咯，跟菩萨有缘咯。阿赖耶内面啊，已经是有啊佛法的经济咯。啊！伊伫地界受苦，痛苦到极处咯。这个人叫伊念佛，求生净土。伊听了，伊真正是念阿弥陀佛咯，真发心求生净土，伊真正去咯。你看就遐紧啊！一念之间啊，有业障真重呢。提前一拜啊，伊听到了，因为太苦了，伊也无感觉到，也未当接受，也就搁再受苦咯。菩萨伫适当的机缘拄到的时阵，搁提前一拜。有人经过真侪拜提前，感悟了。一个感悟就离开了，地狱的寿命真长哦，真长是甚物呢？无拄到缘就真正长了，那是讲拄到这缘呢，已经尽啦，也就脱离了。也对地狱会当直接往生到极乐世界。你讲这法门偌殊胜呀！地界众生都遐尼啊容易往生，何况伫人道？人道内面最艰难呢，为什么袂当往生呢？是家己造成的，家己认为讲眼前的环境啊袂歹，真好，贪恋这个环境，唔甘离开啊！这无耻啊！所以啊，你念佛无感应啊，你念佛袂当马上往生。啊，经为什么要较直读的？为什么要较直听？容易伫倒位？容易是要叫你放下。叫你真正了解这个世间啊，一切一切拢嘛是虚妄的啊。古人讲了两句话，讲真好：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啊。这两句话讲啊，真有道理啊。你来到生的时阵，你什么都无抓来；你将来走的时阵，一项嘛抓未去啊。甲你讲，这拢是假。拢嘛是暂时互你看一下，你何必执着呢？听经真正意思就是伫即地啊，真正聪明别聪清楚，会当免听经，老老实实念即句阿弥陀佛就好咯。那讲是放袂落。那就非听经不可咯。为什么你无创会清楚啊？真正创清楚，无迄个唔肯放下呀，唔免别人劝你啊，
主动就放下咯。这一个放下感应就现前咯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啦。袂当讲无放下，啊！恶道来众生修佛的教化，即句重要啊！伊也去到极乐世界去咯，极乐世界逐天上课，你去查经典啊。叫世界人，你想生活是咧创什么代志呢？因为世界内底啊，无殊荣共享，亲像咱即个各行各业，叫世界无啊。你看，查遍即个经典，这是啊，正宗第一大经，即内底无公地，也咧做买卖。有做官，有啊，做多只行业拢无讲。如果那是有，当然讲出来咯，至少不然一定会讲出来。无啊，所以进入世界只有两种人，一个是老师，一个是学生。除这两种人以外，无第三种。进入世界无政治组织，无国家形式，无。无这个国王啊，无这个天王，也无总统，嘛无听讲叫世界有一个家，无啊，无家庭啊，啊，有菩萨、阿罗汉，拢是学生，无非是老师啊。但刚啊，底下咧教学，但刚底下咧上课啊，唔呐讲听阿弥陀佛上课，每天听阿弥陀佛讲经教学，同时也搁听十方诸佛教化，底下拢有心通啊！啊，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。每一个世界拢有佛底下咧教化众生啊，这个人有本事，无离开阿弥陀佛的身边，伫阿弥陀佛座下听经，十方世界是分身去的啊，伊会分到无量无边身。有流之间有偌济世界，伊就会当分偌济心。每一分心去亲近迄尊佛啦，亲近佛是供养啊，供养是背负，文化是智慧，福慧上修啊，到极乐世界修福修慧，那是不得了咯。你一天当中修偌济福慧呢？这世界修一万年，拢比袂着进入世界一天。啊，咱逐天想要福慧增长，到进入世界啊，这是真正福慧增长。啊，伫这个世界福慧增长是可唔是一容易的代志咯？这个世界是烦恼增长真容易。啊，福慧增长真困难呐、啊！啊，真正要求圆满的福慧，那就赶紧去叫世界咯。这拢是真的啊，唔是假啊。所以修佛教化，你看唔哪讲永远呐，未故在啊，离恶道。只有一个例外，
伊个倒去咯，恶道众生啊，甲伊有缘有感，伊现菩萨心，现佛心，去恶道内底啊，去度化众生。啊，过去恶道唔是受罪人，是佛菩萨啦。啊，诸佛菩萨。无处不现身啊，都会有感，伊就用啊，所以拢种拢成佛咯，并啊色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无上正定正觉，这都是究竟，这都是只有自性啊，无比这个。更加高的啊，这是只有自性，净土论诸啊佛，佛说的法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给咱做了注解了，解释什么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句话是梵语啊。和印度的话，有法华现赞佛，这可能解释了阿文无阿阿是，这是梵语的发音，阿梵做中国的意思是无，无无的无，六道罗中国的。意思啊是相，合起来叫做无相。三意思是正，妙意思是定。下面阁有一个三，迄是正菩提，反作中国意思是觉，所以完全反作中国意思是无相正定正觉。凡夫啊，称之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会当解伊啊，完全翻出来，为什么无要翻？过去伫易经有一个体例，伫体例即个内底叫做尊重啊，不翻。而佛你到底是咧求什么呢？就是无上正定正觉。不是八项，决定啊！这内面无明文利用，我所求的是无上正定正觉，这是学佛的人最高的一个目标，就是大学内面讲的只有自性啊，自性就是无上正定正觉，也所以这是。佛门内面的第一法啦，尊重啊，无必甲伊翻出来啊，用音译，确实啊是真正容易翻，就是尊重不翻啦、啊。呀，对于法华现赞啊，甲咱解释甲遮清楚，咱也就明白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里。